就是今天发的食品，今天也是来的比较晚，所以发的食品相对少一点，但是也很好。这是牛奶，牛奶今天拿的是这种蓝盖的，脂肪少一点的，红盖是脂肪比较高的，这个蓝盖的是脂肪稍微少一点的，少一点的它脂肪含量是2%，红盖的40%、5%。日期是到4月16日，正好牛奶喝没了，哎，不错。还有一丢丢，还有这个橙子，organic 有机的橘子，产品属于墨西哥生产的啊。这个橙子，哦，这个拿的这个香还是碎的香，没注意啊。然后圆葱我要2个，没要多，我说吐一次 OK，没让他多拿。圆葱好多呢，圆葱，橙子，然后。还有燕麦、燕麦、大米，不往外拿了啊！还有这个什么豆子，这是红豆，是黑豆，黑豆，黑豆，对对对，黑豆不拿了啊，不拿了，不拿了，这样就搁到这儿吧，给它搁这儿吧。还有一些橙子在这儿，然后发了2包这个肉，还是这种牛肉吧，是猪肉吧，不知道，2包，回去煮吧，回去。这个肉离这个西红柿远一点吧，因为西红柿我一般生着吃嘛。如果挨着肉的话，它有这个油会粘到这个西红柿上，不好洗啊。给它挡一下吧，拿这个挡一下，这个挡一下，洋葱，哎，这就把它挡上了，就不让它挨着这个什么了。这行吧，牛奶我给它放到我的双肩背里吧，牛奶，对吧？牛奶放到双肩背里，这个给它捆到自行车后边啊，这个还是坏了。哦了，这样正好啊，这样刚刚好，要不太多了也吃不了。我把这个行李绳拿出来，今天有点热了，我把衣服马甲脱掉了，今天洗了不少衣服啊，洗了一大堆衣服。看看啊，这是行李绳，行李绳，然后这个牛奶搁这里边吧，牛奶，牛奶搁这里边，然后这个给它拿这个挡一下。省得阳光晒啊，给它绑到后边啊，这个箱，呵呵，得左右给它勒一下哈。把这个行李绳拿出来。哦了，我准备绑，给它绑到后边，给它搁在后边了。这个倒是不重啊，这个先给它勒到这儿了，然后给它。看看啊，这么绑一下吧。从这绕过来。右边再从这绕过来。勾到这儿，对吧？这个给它两边给它这么勒一下吧，别让它散帮了。勾这儿吧。是吧？两边这么勒一下。省得它散帮。
往这一勒得了，这就没事了，这它就不会散了，对吧？不会散了。这个马甲好久没穿了，是我买了好几年了，在唐人街买的。这个有点硬啊，后来一位朋友给我买了一个软的马甲，那个穿着比较舒服，这个也行。这里边吧，这个车筐还是挺方便的，车筐，戴上头盔，帽子给它脱下来。欧了，这个装什么的？装土豆。这装土豆的箱，这是罗马土豆，大号，圆土豆 （round potatoes）。tomato 是西红柿，圆西红柿啊，罗马西红柿。对，土豆是 potato 啊，这个 tomato 是西红柿，对，西红柿。哪儿产的呀？分发贝，德州分发的，德州分发的，对，TX 德州，对，欧了，准备走了。欧了，不错，感谢啊，感谢，走了，拜拜，这样刚刚好啊，太多了也吃不了，这样少少的正好。刚刚还好拿，然后也不浪费。